我在这个滑梯这里发现这边有一个龙站的卸完的一个陀螺转化器。哇塞，哎，这陀螺太炫了吧，说起来，哇，哎，陀螺好像掉下去了，我们从那边滑梯滑下去。哇，滑下去，哎，什么东西，哇，哇塞，这个竟然是一个超炫的黄金加特林呢，竟然没有子弹，不过这个可以啊，攻击力肯定很强的。然后这边哎，有一个龙战士新玩的一个攻击形态啊，这个传说中也是黄金的攻击形态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好像是个防御形态吧，白色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陀螺掉到哪里去了。前边，哎，怎么好像没有啊，不会掉到这边吧。哎，哇塞，这里是一个龙战士新玩的合体神剑呢。合体神剑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神剑从哪边，这边这里能上去吧，这个路口好像可以上去。哎，哇塞，这有一个龙战士新玩的原始形态呀，听一下声音。哇塞，这声音也超帅呀，想不到捡到一个这个。然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奥特曼卡包，这边是，哎，哇，可以拿出来。这个好像是个最新版的一个五元包吧，没有拆的，等一下我们拆一下。然后这边还有，这个是一个龙战士新玩的一个，哎，这个好像也是个原始形态呀，也是原始形态。然后这边还有，这沙里埋了这么多，哇塞，这边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一个，哎，拿不出来吗？哇，哎，怎么拿不出来呢？哎，拿出来了，这个是个火焰形态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从这边吧，哇，哎，拿出来了，哇塞，这个是一个龙战士新玩的一个反射形态啊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机器人，哎，这个哇，这怎么拿呢？完蛋了，这个好像拿不出来吧？这个好像拿不出来，那就算了吧，拿不出来。我们先把这几个放在这边，还有这个原始形态都放在这边，不要踩到。然后我们去上面看一下这个，哎，在这里，哇，超炫的一个龙战士新玩的合体神剑，哇塞，这神剑也太炫了吧！试一下火力，哇，这可以啊！哎，我们去找一下那个陀螺吧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这个陀螺在这里，哇塞，我们试一下火力，战斗吧！哇塞。转的超稳呢，攻击力可能超强，